恭喜恭喜，好消息好消息，你将来给大家报告一下，就是咱伴奏二人组冯伟杰阿杰要开演唱会了，在哪里？在高雄 MLD 台旅，几月几号？8月6号，出生演唱会即将跟大家见面，所以亲爱朋友，我跟你讲哦，一定要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阿姐唱作一条最好听、最好听的歌曲呢，要给大家听哦，是用心企划的，所以希望各位朋友一定要来，一定要来给阿姐加油打气，来给伊吹落去，恁讲好唔好啊？